傻丫头，你说你干嘛来当这个伴娘？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就因为我们是夫妻了，我才不希望你出现在这种地方。你听好了，我必须得出现。你说过，你最怕的就是人在生离死别的时候都来不及道别。我今天早上已经跟你道过别了，你现在明白我的用意了吗？夫妻间是不需要道别的，要共患难。我看看这栅栏能拆吗？绑得这么结实，怎么拆呀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来，还有一线生机，咱们最后一搏试试。你听我的，咱们得小点声。我数一二三，那么抬一下这架子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来，再来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。没事吧？死人？什么死人？还真是。什么情况？这儿这架子不太结实。是不是找死啊？啊！行，别着急啊，一会儿送你们俩上路。哥，啊，你看看那边。啊！人都在这儿啊！我就说这地方阴森森的。老妹，走。别着急啊，一会儿送你们俩上路。没人伺候咱们，咱们只能自己伺候自己了。魏源和齐珊珊有可能会发现那些尸体，发现了才好呢。他们发现了，我心里最爽，最好能吓破他们的狗胆儿。就他们俩那点小伎俩，还能瞒过老爷子的法眼吗？记住老爷子说的话，凡是进来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活着出去。明白。哎，老妹，那六个人肯定是被刘真给干掉了。这个刘真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！啊，我看呢，那根本搞不定他。行了，上车。你说的没错，是该跑路了。跑什么呀？门都被锁了。坏了，门能被锁了？就算门被上锁了，我也没打算跑。啊？我是谁啊？我可是齐珊珊。我输过吗？没有。谁都别想赢得了我。刘真他算什么？一个没脑子的机器人，敢跟我斗，我非要把他拆散捏碎。哥，现在开始你听我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跟他们血战到底。行，哥陪你。你说干嘛？拿酒。拿酒，我明白了，这些都是齐珊珊的手下，说明张建龙已经先动手了。他们斗得越狠，拖延的时间越长，我们的时机就越大。反正局里现在已经知道了下家名单，就一定会派人跟踪下家的，追查到这来。往那边挪挪，这都是酒。
刚反应过来，这儿怎么这么多红酒啊？说刚才一进门我就看着眼熟呢。那中巴车上十箱红葡萄酒，跟这箱子一模一样。车里的是道具。道具？什么意思？当初啊，齐珊珊以为我是龙叔的人，为了麻痹我，还特意带我参观了13号仓库。你说的贵重东西就这些呀？这是我从法国进口回来的，一瓶3000多块钱呢。你们这些有些人太土豪了。魏总，这你得看好了啊。啊，别指望我啊，我这树大招风的，整天被贼惦记着，赶紧搬走，我受不了这个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那些酒给运走了。怎么又是13号仓库啊？对，你搜查过13号仓库。我明白了，对，因为最初的时候那批货就藏在13号仓库。难道车里那些酒有文章？不是难道，是肯定。你想想看，齐珊珊为了婚礼订了这些酒，而且她又知道，她明知道这婚礼是个幌子，她干嘛满世界开着车带着这些酒跑？现在这酒还在车上呢，而且这儿也不缺这种酒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那些毒品很有可能溶解到这些酒里头了。不是很有可能，就是。老妹，这酒不能动啊！如果刘真知道里边的秘密，咱就不好办事了。我问你，你知道这酒里面的毒品成分大概是多少？多少？50%。哎呀，都这时候跟我提这个干嘛呀？假如刘真喝了这个酒，哪怕只是一口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必死无疑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刘真喝下去。还有张道文，道文不行，他必须活着。只要我们捏住他，我们才可进可退。走。来吧，说点正事儿。货呢？道文，我没看见下家啊。我爸说了，交易之前先验货。不是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要验货的话，也得当着下家的面验呢。我爸的规矩是先自己验货。哎，别拿你爸说事儿啊，他人不在这儿。这个地方现在是不是你做主啊？刘真，我觉得有人在欺负我。看来我们之前的疙瘩还没有解开。刘真，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一点误会，但我们现在是盟友，我敬你一杯。只要你喝了这杯酒，不愉快的事情我就当做没发生过。我不喝酒。哎，刘真，你是我老妹最敬仰的高手，你得喝了这杯酒给她点面子。没兴趣。别扯别的了，货呢？哎，爸，准备好了吗？他们不肯先验货啊。验货急什么？我要先看戏，赶紧给我现场直播。那我现在去准备。四啊，好戏就要上演了。我呢，设计的是个连环计啊，先让你儿子儿媳妇跟齐珊珊自相残杀，我坐收渔利。哎，我和那些下家呀打过了招呼，假如他们愿意帮我除掉那些叛徒，这批货我给他们打60%，他们个个都磨刀霍霍。背叛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好啊，都说疯子唱戏，傻子看，你还真变成傻子了，傻子都无可救药。哎，这是我唯一的失算啊。
李翔，你立即带人前往西郊罗庄，具体位置现在还不明了。那些下家已经被我们的人死死咬住，他们先是在城里兜圈子，现在开始从四面八方前往一个方向靠拢。根据路线判断，他们是前往西郊罗庄一带。你负责现场指挥，做好抓捕准备。爸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让我看看都到齐了没有。嗯，很好，把摄像头对着那个小骗子。陆海啊，咱爷俩又见面了啊。我爸呢？这么急着见你爸呀？哎呀，其实我比你还着急呢。看好了啊，看着没有？哎哎，爸，小陆，哎，头抬起来。你爸他不肯抬头啊，他也没听见，你大点声。爸，爸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爸，对了，这个我给忘了啊，你爸呀他不是不肯抬头，他是病情加重啊，已经变成大傻子了。他把所有的人都给忘了，包括你，也包括他自己。来，哎呀，看，快呀。不是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我就给你见见棺材。老四，来看看你儿子，来，就看一会儿，来看一会儿好不好？来看啊，老陆，老陆，看啊，这回你死心了吧？无论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只会好啊好啊的。张建龙，其实啊，我也很难受啊。我煞费苦心的设下这盘局，我就是为了要演给你爸看。可你爸太不争气了，像个三岁孩子。哎，幸亏你还活着啊！都说父债子还，那就由你亲自来喝他一手酿下的苦酒吧。啊！你住嘴！哎呦，孩。爸，爸，你认出我来了？乱娘，你看看我，我是谁？他不认识你，他只认识我。我知道他是陆海，我是谁？陆海，你输了，你他妈老混蛋！小天龙，你说为什么忘了我？小天龙，老窝囊废！你骂谁窝囊废？我骂你啊！你就是个窝囊废！你欺负个病人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是什么本事？有种你冲我来！你想逞能是吧，陆海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机会了。今天你、你爸爸、你媳妇儿都得死！让他们赢！我看够了。秦山长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我会亲自送他上路。哥，一个一个来，把手铐给陆海戴上。嗯。刘站长，你走。下去，下去，往下走。继续往前走。等会儿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想最后再抱抱他。哼，想得美。让他去。老妹，跟一个快死的人计较什么？他们现在越亲密，一会儿死的就越惨。去吧。告诉你，别给我使花招啊！
傻丫头，现在的情况恐怕是出不出去了。我听我说，要好好的活着，知道吗？只有你好好的活着，就是我最大的希望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没有你，我也活不下去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迎接胜利吗？听我说，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，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都特怕我。记住那句话：邪不压正。我们永远是正义的使者，希望的曙光。明白吗？抱抱我吧。黄泉路上没有别人，你们俩有的是时间亲热。陆海，你现在转过身去。陆海，转过身去。我让你往前转呢。那女的，回来。你给我拿着，你来啊。我不拿。拿着。我让你拿着。珊珊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说过，欺骗过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。秦珊珊，你够了吧你！我一直在耍你呢，我逗你玩呢。你听着有气吧？有气你自己摁，你也解解气，敢吗？我偏不，让你死很简单，我就是要让你死在你心爱人的手里。局长，应对电话。喂，李霞，丁局，我们已经赶到罗庄了。那八个下家汇成了一股，继续朝西走。再往西，只有一条小路。那是一条死路，唯一的指向是一家农家山庄。那应该就是他们的交易地点。我们继续跟踪。不，到时候目标太多，场面不易掌控，立即对八个下家实施抓捕。是。我对你没有耐心，你拿着。天下最毒妇人心啊！齐珊珊居然跟我要炸弹，我真想亲眼看着她按下遥控器的那一幕。快问，快点！飞哥，你他妈混蛋！少爷，往后退。摁上，飞哥，快点！好，我摁。因为要按我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陆海，我陪你去。我跟你说什么？别动啊！看见没有，魏儿，你要再敢动他，我捅死他！你信不信？陆海，先把老妹放了。你老婆在我手里，我一枪崩了他。杨慧琪在我手里呢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走，过来，先把老妹放了。陆海，走！陆海，走！你老婆在我手里呢，你信不信我打爆她头啊？把老妹放了！哎，都他妈别动，我炸死你们！不能、啊，你别管。少爷，把遥控器放下。你他妈别管，放下！别管，我炸死你们！滚蛋！真闹玩！你们，我炸死他们！真是个蠢蛋！你看看那中巴车上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你老爸的货，知道吗？那十箱红葡萄酒，你被他们涮了。魏源，你不嫁贼，你才是嫁贼呢！酒本来就是我的，那是我爸的。放开，放开！陆海，走！陆海，把老妹放了，听没听见？放开，滚！陆海，你信不信我打爆他头啊？陆海，你给我站住！少爷，把遥控器给我，你别管，千万不能啊！陆海，放了老妹，我杀了他，信不信？陆海，看着我打他，我打你老婆呢！魏源，别挂了，快上车！开门！干什么？打死他！
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，快！师长，师长，少爷，少爷，千万别离遥控器，他们得到咬了，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。我不要了，我他妈炸死你！ 千万注意啊！这东西除了齐珊珊，谁都不许碰。刘建龙，原来你想算计我老妹，去死吧！ 时候到了啊，你该上路了。哎呀，你说，我是先送你上路呢，还是先送你儿子上路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我看呢，哎呀，还是先送你儿子上路吧。哎，好让他在黄泉路上啊等着你。 老四啊，你都忘了自己是谁，居然能把手铐打开？哎呀，真是太神奇了！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你们当警察的本能反应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是警察。对啊，你是警察陆安明。我是警察。哎，你是不是警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，最重要的是啊。 你就快变成死人了，哎呀，这时候不早了啊！你儿子、你儿媳妇百分百的上路了，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啊！等着，我去拿斧头啊！ 缉毒警察，我只能时刻保持冷静，才能从细节中画出罪恶的真相。程建龙。 老四，你刚才叫我的名字呢？
想起我是谁了？哎呀呀呀，这可真是谢天谢地啊！谢天谢地。哎，老四啊，你光想起我的名字不行啊，你能想起自己是谁吗？想起是谁吗？啊，我是警察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你知道这个警察是干什么的吗？警察啊，是审查。正义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舍不得我走是不是啊？啊，这净瞎胡闹你！我这有钥匙。张建龙，你输了。恢复记忆了是吧？不过也没关系，齐珊珊被炸死了，张道文、刘真已经把你儿子儿媳妇全都给干掉了，我张建龙大获全胜了。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的遗书上附带着你的下家名单。你胡说，遗书上只有一行字，你骗得了谁呀你？我的遗书写在第二章，你的下家名单曾经写在第一章，雁过留痕，你想明白了吗？你个老狐狸，你们到现在还在算计我，我就不信陆海能看出名堂来。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儿子？他妈现在就问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已关机，请稍后。不乐观吧？我他妈问刘真。龙叔，喂，交易成了吗？没有，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儿子按了遥控器。你干嘛不去死啊？我儿子死了，我儿子死了。千般筹划，万般设想，你没想到你今天这个结局吧？住口！我他妈现在就剁了你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！你他妈畜生呢！啊！哎，你我掐！陆涵，经理，电话。喂，李翔，你说。哦，知道了，继续搜捕。八个下家全部落网，毒品全部缴获，陆海还活着。局长，刑侦支队来电，说是已经查清了囚禁老陆的那辆吉卡车的去向。
使出来吧。你他妈还真真的，过来！哎，我不是杀你，不是杀你，不是杀你，杀你，不是杀你，不是杀你，你逃不掉，我逃得掉。龙叔没有输过任何人，更不会输给这龙老四。进来，丁局，陆海向你报道。很好，你终于做回了自己。穿上这身警服，恐怕还得脱下来。为什么？我想继承我爸的事业，继续当卧底警察，请局长批准。好样的，你父亲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陆海同志，鉴于你对缉毒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，我代表组织感谢你。本来呢，要给你开一个表彰大会，由于你还要继续做卧底，所以给你大张旗鼓，一切从简。
至于这份荣誉，是属于你的父亲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无愧于人民警察这个光荣称号。曾经答应过您，要和您一起迎接胜利。现在，张建龙认罪伏法，整个毒品销售网络彻底摧毁，您的心愿也算是了了。桂园跟齐珊珊也被抓获，您放心，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金阳，因为有了你，我们才揭开了贩毒集团的冰山一角。也因为有你，我才成为了另一个你。我是带着你的灵魂去战斗的。哥的这份荣誉属于你。滔滔江水永不绝，豹哥，见一面不容易啊。货呢？老大说一般不跟陌生人做生意。龙叔您听说过吗？打过交道，听说已经被枪毙了。他还有两个得意门生，没见过吧？没见过，听说过，是一男一女。男的叫魏源，女的叫齐珊珊。就是我们俩。嗯，上货。走，我带你去见我老大。走吧。
窗帘，等待风儿荡起秋千。冷风轻抚我的脸，倾听我内心的世界。人生起伏的情节，犹如大自然在转变。无法预测的风雪，如遇挫折时的激烈。在我遇到暴风雨，期待着温柔的声音。除了安慰与鼓励，我需要的还有倾听。拨开内心的顾虑，我需要无限的勇气。谁能懂得我情绪，感受我内心的闷气。爱我的人别担心，原谅我偶尔发脾气。世间万物皆有因，我会努力做好自己。爱我的人请相信，其实我都懂得珍惜。只希望你的鼓励带给我适当的温馨。晴朗天空的白云需要阳光照射放映，狂风暴雨的降临需要伞来遮风挡雨。灿烂人生的经历需要真心体会心情。爱我的人别介意，我需要是将心。